城市坎坷坎飘零，与孤冰心有谁知，披星戴月江湖行，问温儒雅一书生，世道艰险共难成，红颜垂离孤独人，一举成名天下闻。啊，英雄儿女聚一堂，千载百世流芳名。香哥哥，啊，什么事啊？你不是要跟一爷比试个胜负高低吗？啊！现在一爷正在练拳，你为什么不过去跟他比试比试呢？不行啊！哦，你也知道打不过他。谁说我打不过？那你为什么不过去跟他较量较量呢？北航先生，啊，他打的是什么拳呢？连你也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大清太祖皇帝努尔哈赤所独创的一种拳法，就凭这套拳法能够在千军万马之中冲出重围，我今儿个都第一次大开眼界。啊，一套拳就能够抵得住千军万马？嗯，我还听说在打这套拳的时候真能够做到眼视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在一里之内有人弯弓搭箭都瞒不过他。放他走，去！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！石无权，你给我站住！我！香哥哥，一爷已经吩咐了，放他走。格格，我叫他站住，他就要给我站住。石无权，格格吩咐你站在那儿。哎，这可是跟班的，你去跟你们一爷讲。这兴隆客栈是格格我包下来的，我就要做主。他要是想做主的话，等他当了皇上以后再下圣旨好了。可不是吗？香格格，百花仙儿，我就是看不惯那个摆谱的爱摆谱、端架子、冲大爷。香格格，大家伙都说好了，同心协力防范奸贼，这兴隆客栈里里外外的事都归一爷做主。
辈的，你会不会打那个太祖皇上的拳呢？哦，这是专给太祖皇帝龙子龙孙练的，我怎么会呢？哦，你真不会？不会。那你闪开！你。老大，这是你第二次吃眼前亏了。香哥哥，一二不过三，你下一回再使这招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好了好了，老大，咱们回屋里去。哎呀，香哥哥，您别黑了，别黑了！哎，石不全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是你饿了，还是有人欺负你？哎呀，不是啊，不是啊。那是刚刚把你吓着了。哎呀，也不是，也不是啊。哎，香哥哥，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安公子给好多人给逮去了。啊！这有这回事？有没有看清楚是谁把安公子逮去的？我只认识一个。哪一个？就是那个和宫大臣钱大老爷。钱大。钱顺。哎，就他，就他。好极了，好极了！哎呀，安公子都给抓走了，你还说好极了？玉女，香格格。十三妹救过念书的三回，我也救过念书的三回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回呀，我要一声不响，单枪匹马去把念书的给救出来，那不是比十三妹多出一回了吗？可不是吗？你们三个可不能给我泄露一点风声哦。是。打这会儿起，谁要是泄露一个字儿，我就跟谁没完。是。哎呀，各位爷都在这儿，好，我来给各位爷添茶。魏老三，沈爷的伤好一点了。好点了。哦，沈爷还说这一次是多亏了百花娘救了他的性命。百花娘娘，她还叫我跟您说，叫我先向您谢一谢。好说。哎，还没什么动静。整整的等了一天一夜，真是等的让人心烦呢。楚门总，稍安勿躁。山格格。我有事，站住！百花杏儿，你搞的嘛？人家跟你说人家有事儿嘛？我知道你有事，所以我要问你到底有什么事。你管不着。假如我要管呢？那我可就要回你一句：画匠不给神作揖啊！向格格。不认识的字儿别念，不懂的话就甭说。既然不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就不应该对百花娘娘说这种话，对不对？我说不对，香格格。那你就得把话说明了，究竟是怎么个不对呢？我呀，慢着，香格格。哎，摆谱的，你是拦着我不让我说话呀？不错，你好大的胆！香格格，啊，你们搭起伙来欺负我啊？香格格，我问你，安龙没了？他快死了。香格格，说什么？我没跟你说话，这句话明明是说给我们大家听的。
香哥哥，我们也大半天没看到安公子，如果他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的话，你要赶紧说出来，大家好想个应付的办法。就是啊，对呀。列位，你们不必着急。香哥哥说，安龙梅快死了，其实只不过是一句气话。谁说的？你呀。我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气话？既然不是气话，那你就说实话。安龙梅现在究竟怎么样？你一定要我说。你非说不可。出了什么事儿？究竟怎么回事？百花仙，爷，请问你能不能看住香格格？能。那就麻烦你看住他，不准他出门一步。我这就去。姐姐，妹妹，你从老爷子屋里来啊？哎，姐姐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妹妹，安公子让钱顺他们给逮去了。钱顺给抬走了，那可真的是太危险了。姐姐，看钱顺他会不会？妹妹，你是不是要问钱顺会不会杀了安公子？哎，真的是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记得他曾经对青柳儿说过：“东边日头，西边雨。”道是无情却有情，难道他说的不是我，是他自个儿？你真的是太命苦了，刚跟你爹娘相聚在一块儿，你就错不了，错不了，同生死共患难，息息相关，日久生情，他完全是为了我，才把他的心事严密地隐藏着。公子，你可知道？妹妹，你别哭了，我还有要紧的事要跟你说呢。姐姐，要是公子他……妹妹。你放心好了，钱顺一下子还不会杀了安公子。他会的，他会的。为情听人家说，季献堂下过命令，带到安家的人一律不问根由，立刻处死。这话是不错的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什么？妹妹，我问你。姐姐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要以你的性命去救安公子的性命，那你……我肯，我肯，
绝代他去死。那就好了，那就好了。姐姐，怎么叫那就好了？天大的秘密终于就要泄露了。姐姐，什么天大的秘密啊？妹妹，你可知道季献堂跟安和两家是怎么结的仇吗？不是说是为了姐姐你吗？不，不完全是为了我。那又为了谁呢？这件事情我隐瞒很久了，连我爹我娘到现在还不知道呢。真的吗？妹妹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？能，能。今天我们两个所说的话，你一定要守口如瓶，一字不提。我会的，我情愿对天发誓。妹妹，你不用看了，你只要跟我一样，把这枚响表贴身收好，而且临死也不能拿出来，除非，除非什么呀？除非等到咱们真能把季献堂扳倒的那一天。扳倒季献堂？姐姐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扳倒季献堂呢？这要靠他了。妹妹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要把这份响表送到皇上的跟前，请皇上亲自的看看。到那个时候，铁案如山，季献堂他就难逃一死了。姐姐，你是说这是一份响表？是响表，是青海48家台籍献给皇上的响表。姐姐，我还是不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两年前，季献堂镇青海，我爹深入藩营，说服了48家台籍，48家台籍共上响表，永远臣服大清。可是，正当我爹兴冲冲地带了这份响表回大营的时候，季献堂他曾48家台籍的不备，把48家台籍手下3万多个人杀了一个精光。好惨，好惨。事后季献堂他知道我爹身上有这份响表，他怕我爹揭发他这欺君罔上天大的罪名，所以他就开始威胁利诱。姐姐，威胁利诱不成，他就异想天开，想娶我为妾。两家结成亲家，心想我爹就不会告发他了。可是我爹没答应，他就陷害我爹，请皇上把我爹交给他看管。好毒辣的手段。我知道我爹是他的人质，只要这份响表一出现，我爹就没命了。妹妹，你总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份响表交给你了。我知道，可是只要你知道就好了。妹妹，老实说，我今天晚上去救安公子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把握，我是怕万一落到了奸人的手里，所以这份响表我是非交给你不可。
姐姐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把你们一家三口的性命全都交在我手里了。那我走了，姐姐，你等等。妹妹，你还没告诉我，季羡他们跟安家到底又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这会儿我还不能告诉他，我就是安家没进门的儿媳妇。妹妹，安家一家三口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，可是季羡堂知道，他知道我爹跟安老爷子是好朋友。哦，季羡堂他现在在害怕，怕我爹把这份响表交给了安老爷子，怪不得他要斩草除根，把安公子一家全都给杀死。妹妹，我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要交代你呢。姐姐，有什么话你就尽快的说吧。今天晚上我去救安公子，如果救得回来最好，万一……姐姐，妹妹，你不要怕，万一真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你千万要记住，姐姐，妹妹，这一份响表季羡堂拿去了，我们一家三口就没命了，可是却能救得了安府的一家三口，你懂吗？我懂，万一真有什么的话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份响表拿给季羡堂，去敬天堂，千万要放了安抚全家。姐姐，你放心，万一到时候我会以这份响表再添上我这条命，去跟季羡堂换回安公子他们的。妹妹，姐姐，老天爷，我们姐妹的这一番苦心，也许只有您才能知道了。妹妹，我要走了。吹了，人家想睡了嘛。哦，他们今儿个夜里四更天要去救安公子。哦，你给我安安心心的睡吧啊。哦，包你明儿个一早准能看见安公子。哦，咦，对呀，他们老跟我的。想格格啊？哎呦，百花仙儿，人家都睡着了嘛。哎呦，哦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你快好好睡吧啊。快睡觉啊。嗯。
吵不吵，快睡吧啊，你也睡啊。谁？啊，是我玉女。太痛快，太痛快，今天我真是太痛快了。呀，钱大人呐，什么事儿让你那么痛快呀？瞧你这么一路欢欢喜喜的回来，三西施，你没看他们钱大人又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来了吗？瞧瞧，呵，可不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吗？美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哪人？家坐在哪儿？家里都是干些什么的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就别烦了。你问那么仔细干什么？啊？你是给他做媒呀，还是让他再改嫁呀？好嘛好嘛，我不问，我什么都不问，这总该可以了吧？大帅啊。好像您这么说过，这儿是您的衙门，这儿是您的屋子呀。对呀，这儿当然是我的衙门，我的屋子，但凡是这儿的东西全都是我的。那人呢？人，人呢？譬如说这一位三贵妃呀。这位周三爷是戚大将军手下的大红人啊。大红人？周大爷，我还以为他是个大粗人张三爷呢。有什么？周三爷别生气。三贵妃啊，周三爷是大河南北天字第一号的人物。你可不能够姜太公在此童言无忌呀、啊！哼，大河南北天字第一号。哟，我说大帅呀、啊，您说的是人呢还是物呀？三贵妃，三爷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钱大人，他还小啊。小，他小，他本来就小嘛。张三爷，周三爷，您姓张有什么不好呢？想当年桃园三结义，张三爷莽张飞，手持丈八长棍呢。长矛吧。哟，是长矛。怎么，我老以为三爷手里拿的是要饭的打狗棒，还是死了他爹娘的哭丧棒呢？钱大人，小言无忌，小言无忌。要不就是转命鬼张三郎张文远，给阎婆惜做鬼抓了去活活碾死的。妹子，你可千万不能够得罪周三爷呀、啊！哼，宁死撅子，又臭又黑的，我才不怕他呢！哼，哎呦，妹子，在这儿哪有咱们妇道人家说话的余地呀、啊？哼，有人就有世界，我来了就得说话呀。人有大小，口没贵贱。姐姐啊，你等着瞧热闹吧。小子，如果你要是有记忆的话，
那么你还记得我周三爷为了你吃了不少的苦吧？这都是十三妹香哥哥那边的好事是吧？啊，跟你安龙梅没有一点关系是不是？这个嘛，不要这个那个。安龙梅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大将军对你们一家三口是怎么交代的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不知道，好，那么让我告诉大将军，当面亲自告诉，只要逮到你们安家三口，一不送官，二不审问，当地处死。啊，那就是纪大将军擅自行凶，无故杀人了。跪下！哎，哥哥，哎呦！安龙梅，在大将军眼睛里边，杀个把人跟踩死个蚂蚁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相信纪大将军他会不怕天道，一不管一报。安龙梅，你少废话，现在让我们琢磨一下怎么样的处死你。安龙梅，你是让我三爷给你点天灯呢，还是下馄饨大卸八块，还是一刀一刀的把你给割了呢？要杀就杀，不必多说。哎，你们看着啊，安老梅这小子平时倒是胆小如鼠的啊，到临死的时候倒挺有骨气的啊。海马周三，你晓得吗？这叫做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士可杀不可辱。呸！什么能屈能伸，士可杀不可辱？待会儿刀架了你脖子上，看你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求爷爷告奶奶才怪。三爷，少跟他废话，干脆拉着去杀了算了。三爷，天文主，你是不是想亲手把安龙梅给杀了呢？不，三爷，依我看来，不如暂且先把他收押。收押？嗯。天文主，你是不是想把安龙梅留作活口，来换回你那个念珠啊？三爷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哼，天门主，我说这话正是你心里边的意思。不，三爷，我说暂且留下安龙梅，是要布下香饵钓金鳌，让香哥哥、十三妹、红衣、蛇大他们来救，然后他们一个个的把他们拿下。要是他们不来救呢？反正人在咱们手里，况且安龙梅又是文弱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难道咱们还怕他飞上天去不成？香哥哥，香哥哥，我的事儿。我再叫一叫，杀了你！将军那边，我周三就有交代了。怎么了？
奸贼的巢穴营救安公子，你是绝对不让百花仙去的。是的。爷，百花仙儿武功很高哎。这个我知道。尤其啊，天外天最怕百花仙儿，一见了百花仙就要躲。还有他那四个徒弟，一见了百花仙也俗不可奈何，因为百花仙是他们的师娘。 就是因为这个种关系，所以才请百花仙，不必去。哦，爷，这我可弄不懂啊。既然只有百花仙才能制服了天外天五师徒，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去呢？你看，百花仙和天外天是夫妻，不错。那又何必让他们夫妻适合以后，要闹到双方交手？ 一拼死搏的地步呢？可是，你好，你要晓得，夫妇者，人伦治事也。爷，发人心，引人振。爷将来登基之后，普天之下的百姓是有福了。 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好，都准备好了。哦，喂，爷的话，请列位等一等。为什么？我给列位去开大门呢。好，你去。爷，是是是，是百花仙。爷，不好了，格格不见了。什么？不见了？格格不见了。我刚歇会儿，睁开眼睛。 就发觉格格他溜了，他一定是到前顺那去了。老大，这还用说吗？哎，我问玉女，这孩子格格什么时候溜走的，他就是不肯说呀。哦，玉女，你来。玉女，假如你不肯说实话，万一仙格格出了意外。 那你可就要后悔莫及了。玉女，告诉一爷，香格格到底什么时候溜出去的，好不好？香格格，香格格。玉女，你别害怕，这本来就不关你的事，我们都要去救她，说是不是？是。那你就快说吧。
向哥哥到底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是白发仙刚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向哥哥就从窗户里溜出去了。哎呀，那已经有半个多时辰了耶。列位，怎么走？阿姨，我也要去。不，白发仙，还是请你留在这看家。可是，白发仙。老小子，你怕我占了你的功劳是不是？束手就擒，钱大人，那你的意思是要留活口？天门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是大将军的吩咐。十三妹，我看你乖乖的就绑吧。天公子，能不能自个逃走？姑娘。姑娘，我没法逃啊！哎，嗨，坐。等我死了以后，一定要耐心的在这等，你还会有救的。姑娘，来人，拿下！哎，好，哎，好，来得好，给我一网打尽。周三，统统给我绑上，带走！大将军到！人来得好，好，今儿个咱们要活捉季羡堂。海马周三潜水，天外天全被制住了，奸贼季羡堂又不远千里赶了来，这下又该有精彩的好戏了。群鹰大战群贼，结果如何呢？请您下星期一千万别忘了继续收看《金玉缘》续集。